大型重机在法庭上被看作是比较自小客车，但是台中市有17个公有停车场是公告禁止停重机，原因是没有技师没在出道，所以让这个骑重机的民众是很不满，暂时这个市府也承诺说会重新检讨。立体停车场入口的所在有明显公告禁止大型重机进入。台中市政府去年底公告，全市17位设施卡老区坡道比超过1:8公有立体停车场禁止红牌重机停车，引起了骑重机的人不满。重机我本来就可以停汽车格嘛，对啊，平路都可以，为什么地下不行？就为了那个坡道，那坡道那当然就是你自己能操作，但你下去就下去啊，对，就不要让坡道那么多就好了。对，然后或是改个材质之类的，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那个坡很陡，然后会有危险性，就往下滑这样。重机车友认为，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明定重机会使比较自小客，台中市却限制重机伫咧公有停车场停车。重机骑伫咧坡道是毋是安全，牵涉到个人的技术、地面摩擦系数、排水等等的问题。这项公告明显侵害到骑重机的人权益。台中市府是强调，去年曾经发生大型重机伫咧公有停车场出道的事故，才有这个考量。除了坡度较一般道路陡外啊，同时又有相当回转处的横断面超高的设计啊，尤其我们去年有发生过那个重机的部分，在我们公有地停车场的滑倒事件啊，为维护整个车辆的通行跟驾驶安全。我们交通局在去年12月29日有公告，交通局表示，下底咧6月7进行重新盘点各停车场车道坡度、风格系数等状况，检讨部分楼层或者是空间，让大型、重型机车来停，维护停车场停车的安全，而且兼顾各类车辆停车的权益。记者台中报道。